秀剑上的锈迹已经被磨灭了，若有足够此物，说不定神秘秀剑便能恢复曾经模样。 若什能再吸收一个，我说不定便能直接跨入七阶后期境界。走，怎么回事？给我滚！ 不会吧！这时候出现模拟体，必须先灭掉这模拟体，借此突破七阶后期，再去抵挡袖剑中的阴冷之力。神兵，这模拟体不但会使用神兵，而且剑意也变得截然不同了。 之力，这还是模拟体？模拟体居然会发愣，好机会！哼，以为就你有血脉了，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天剑血脉。 天剑血脉，我就不信，区区一个模拟体，我击杀不了。 月光身体，刚才这模拟体怎么好像说话了？还有抵挡之力。